依照大陆民航局规定，只要从大陆出发，还是要做两次核酸哦。宝宝，你看呀，大海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红爱医院。哎呦，好热哦！你看芋头跟着我们奔波，都睡着了。因为他这个核酸检测点呢，这个报告可能都没有用，需要正规的纸质报告，或者是正规的那种电子版的报告才可以。这边是要先预约一下，核酸采样点在这儿，人不是非常多。你喜欢上海还是喜欢香港？东台。东台？真有空。今天晚上有一个也是住在厦门的，我的粉丝要请我吃饭。哇哦，不错呀。这个7也是才开没多久。到了到了。对对，你们就随便点一点。哎呀，太客气了太客气了，这个徐哥口味怎么样？我回上海，我过几天回上海。白天我回上海，但已经介绍我。我不喜欢上镜。你很烦的，你已经上过了，好吧？你像不以前那时候我们不认识这样。牛肉。搞那个什么？等我想拍一下这个。哎，我们就吃菜啊。虾子。蛤蜊。那你说哦，第二武林是第一嘛，他那时候不想念书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想念书啊？念武专比较轻松啊，看人家每天上完课没有摩托车骑的就走。那我女儿是你的学妹。嗯，我女儿现在读建筑啊，科技大学，她在改制造大学，然后明年毕业。我是这样，那时候毕业完以后，然后当完兵，然后那你以前是巴德的，住巴德。对啊。那你应该是外省的吧？不是。又不是。不是。徐哥也是上海女婿，跟我老公一样。我是叫福大夜市的团队过来这边，不是夜市。所以他对上海人特别有那种情感。所以他才会一直关注这个意见，觉得那个很有感触。不是逃避的，不是不是。好鲜的蛤蜊汤哟！要放在大水，那你里面放都放谁的饮料？都有。都可以放。就我饮料是我不才跟他寄茶叶过去。老乡见老乡聊不完的话，哈哈。我不跟他寄茶叶，他是中诚集团的老二。啤酒可以吃啊。你就放这边好了，你先。那转过去就好了。那你们拿副这边。哎，当心当心，什么东西？不要紧，这什么？没事。没有没有。是把鱼吃掉。叫鲈鱼啊？不是，叫什么鱼？对，那个叫什么？海鱼吧？那个叫不是鲈鱼。这个是海鱼，不知道叫什么，该讲就还忘记。不要弄太多，我先给他吃吃看。你过来大陆算时间上来讲，算蛮长的。零正式的还是03、04？对吧？就说那时候，你还是回台湾就点了一小盘地瓜一点。那你在台湾都在巴德比较多？对啊。哦，那个徐哥太客气了，请我们吃海鲜。
非常好客的一个人，开团超级无敌好客。那现在我高兴，我马上就可以去海滩啦，但是还要再去做一次核酸。哎，现在徐哥继续带我们来到二院啊做核酸。想请认识的医生帮忙，真的超级热心的一个人。哼，做个核酸真的累哦，要跑到其他地方去做了，那个医院还是不行。我才知道说这里有一个区域，来来小姐。人多少你？哎，我知道。这边是极美浪漫线，星星打造的宝藏海岸线哦。闽南歌，这边人说闽南歌，不说台湾歌。先给芋头在，这还有，你像我们住的那里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海滩哦。这边还有那个电动车。这球要不要帮洗一洗？球球洗一下吧，宝贝。洗洗洗。对，把球球洗一下。你看，那边也是沙滩啊。哇，爸爸，你看这个海，哎呦，现在晚上因为有点黑黑的，拍不清楚。我们也去那边。是吗？那边也是有沙滩，那边也是有沙滩。哦。嗯。这边有个船，有没有？放在哪里？宝宝，你看他们这个电动小车子。宝宝，啊！就吃一个就好了。啊，我电话跟名字给你啊。好，你到时候再发过来就。吃吧，吃吧。接口四多，就是我那公司的名字。去个天下湖，这幅画足以抵上你的三。就让我佩服长兄。这边还有放电影。可以双点作画，双掌多数，屁股变实，捷足成云，坐骑成仙。公司平台。飘飘。啊，今天晚上还没那么热，有海风，蛮舒服的这边。我的白鸟朝凤服，何苦连鸟头出去了？嗯。不剩一点点了。他要打电话吧。听到我，听到我。他不是，他就是一个这样，是一个算让人家尊敬的地方，华侨之乡。所以人家来一定会来陈家歌。哦。会讲一些啦，可是酒没有讲。那时候我跟我老婆跟我上海朋友有时候也跟他们讲啊，讲一些上海话听得懂，你听不懂？对啊，我是听得懂一点。他们会讲一些啦。没有，他人家接触上海人多呀，你接触上海人少，知道吧？我接触外地的人多啊。下次要跟外面人讲，你要讲阿拉老不上海你，是吧？